些。你说先吧。我好像没有太接受到，觉得性暗示是一种表达，某一个人他想跟你发生性关系，所以他在暗示你。你我部分认同你的观点啊，你说。首先，我觉得性暗示吧，是一个建立在两个人肯定有好感的基础之上。撩个头发呀，我盯你两下，目光注视你两下，这样的比较浅的。我认为性暗示是一种行为，是一种行动，就是一种行动，对，一种行动。感觉性暗示的话，只能是女性对男性的一种表示，而且这就像一种女性的权利的展示一样。这么想啊，就是一个男的如果对一个女的做性暗示的话，容易被当做性骚扰和告上去；一个女的对一个男的做性暗示的话，一般是不会被抓起来。界定的这个权利，最终解释权都在女方那里。这样真的不太一样。我真的好像没有过这种经历，因为我身边都是女生，或者就是。男闺蜜，有一个人很奇葩的，他女朋友在国外，我们是好朋友的关系，但是他会跟我说我们可以发生什么。有那么直男的吗？我喜欢你，然后就带你开房，你这么直接吗？是这样，就是有过一次吧，还在暧昧阶段的时候，那他会比如说就很经典的那种动作，比如说脚底下把脚伸过来这样。这种已经算了吧？我叨叨你的脚底下不是上是不是？都你的裆部。哦，是这个样子啊？那为什么不讲出来？你为什么不讲？你摇头下来，我也没有。因为我有很多的 gay 的好朋友，所以在我的眼里已经对性别已经很模糊了。你们这样说说，好像是 gay 让你们没有了性暗示，没有了性暗示。这种我觉得还好吧，不算，我也觉得不算。对，如果因为我这么做的话，我就是出于说这个安全考虑，只不过或者说可能跟这个女孩子关系好一点，所以说就送她回去，没有什么其他一些想法。第二种的话，就是这个女生，如果我是对这个男生有意思，故意穿的比较少，那肯定是我对他有暗示。对于我来说，我的定义是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性暗示。一个工作上的关系，你去收个文件，那肯定多多少少得穿睡衣都感觉不妥。那这个女性呢，是明显就是说有点像故意想引狼入室的一种感觉。我猜到男生可能会觉得第二种，但是在我听来，我并不会觉得这是一种暗示，有可能是我跟你的关系真的好到一种程度，或者我平时穿衣风格就是一个可能一个吊带一个怎么样。但是他的想法，但是如果就是我是那个男生，我会觉得他这样就是一个故意的一个性暗示的。那有可能我跟你就是好哥们儿，我把你当哥们儿看，我在家里我就这么穿一个睡衣一个吊带，那你来送完东西你就 OK， 你就可以走了。这两种行为我觉得都其实比较中性，还是要看接收方他自己的一个情况。如果接收方他很自信，他很自以为是，他就觉得这个女人在对他暗示，就是这种男人看男生的行为。我觉得还是看人吧，我们这一批人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，不了解怎么和陌生人相处的，可能在有些人脑子里他就是不知道什么场合该穿什么衣服。可能说那个我还有事情，我还有工作，我先走了。我怎么拒绝呢？就打太极，就嘻嘻哈哈就过去了呗，装傻呗，就最简单的。我一般，比较扯就说今天天气其实挺好的啊，这个只是随便这么说，就是我觉得这样有两到三次，一般稍微这个就是聪明一点的女孩子都很明白我什么意思了。最讨厌就是你们这种人，不是装傻，这是最高境界啊！我觉得，要不然你就还直接拒绝，我就情商不高的表现吧。但我觉得直接并不是说你不给对方面子，直接也有很高情商的直接呀。这两个你在夸你自己情商比较高是吗？我没有，我觉得这两个可能没有那么矛盾而已。那你们对着镜头拒绝一次。啊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没听到。我这那个，要不然我们我刚才说我喜欢你，我也知道你有女朋友。今天天气不错，一会儿我们穿。你为什么不能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呢？你不是也暗示过你喜欢我吗？我送你回家了。啊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可以吗？不上去了，我茶也不喝了。你的拒绝并没有真正拒绝到刚才我演的那个很喜欢你的姑娘，就我并不会觉得你在拒绝我，我会觉得你在。好像有可能在一步一步的去妥协，那可能是我的一种方式。嗯，对，那就可能我就是我也比较含蓄。如果你是我男朋友，我会把你打死的。